没几个啊，这又出又找着一块，又找到一块。这个是最后边这个，它就体现在这儿。你看这个埃及艳后啊，这也是挺漂亮的啊。这图案也特别抽象，看边上面那两个角都特别抽象，什么牌子也不知道啊，也都是好钢的。这也是1810的啊，这钢1810的好钢，也是这也是刀铲啊，这也是刀铲啊。这边缺豁牙这个地方有豁口的地方是钝刀，这块就有豁口啊，这一个豁口钝刀，都挺漂亮。这些餐具全都是出口的，咱们国内人也不能用这种，你全是卖的都是出口的餐具，挺漂亮。几乎就没什么太瑕疵了，挺好的东西，200克左右，长是25-26厘米，宽是8厘米。